馆内欢声笑语，热情洋溢。来自首都70所高校的6000余名志愿者，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齐聚一堂，共盼奥运。上午10点，在热烈的掌声中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来到大会现场。志愿服务理念对成功举办一届有特色、高水平的北京奥运会来说至关重要。习近平在讲话中也向广大志愿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誓师大会上，北京奥组委主席刘奇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志愿服务总团授旗，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志愿者总团正式成立。随后，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部长刘健带领全场志愿者庄严宣誓，践行志愿服务理念。2007北京市十大志愿者的评选结果也在现场揭晓。致力于中国环保事业的英国友人林赛，长期从事奥运志愿者文化宣传的主持人徐春妮等10人获得了2007北京十大志愿者称号。在大会现场，每位志愿者的胸前都佩戴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志愿者微笑牌。目前，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赛会志愿者报名人数已达113万，城市志愿者报名人数已超过157万。从这一张张闪烁的笑脸当中，微笑北京志愿奥运的理念越发深入人心。